即係其實五即係顏色啦，我成日都記錯嘅。譬如顏色泰文係乜嘢咧？顏色屎屎，係咁有排玩啦！顏色都屎啦，咁多隻色有排就屎啦。咁白色咧？白色白。白色啦。白色屎巧。屎巧。白色屎巧。粉藍粉藍色咧？粉藍色。屎花。屎花。屎花，屎花，我仲喺边度谂嘢？屎花，好啦，咁青色咧，即系呢啲青色啦，青色啦，屎桥，啲屎桥，呢啲系屎桥，屎桥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呢啲咧，足咖啡色啦，咖啡色，咖啡色啦，咖啡色啦，咖啡色，屎蛋蛋。要啊，是是男蛋，是男蛋。哇，呢个好小心讲，是男蛋，唔系啊，咁黑色啊，黑色啦，呢个黑色啦，呢个色啦，嗰啲佢叻啊，是男，是男啊，是男。屎淡屎淡，好啊！你应该好劲噶啦，你黎子仁问你想点啊？诶，泰国咖啡色啦，啊，笑到呕啊！咁七彩啦，七彩七彩色啦，七彩啊！嗱 ，Manica 啦 ，Manica 啦，你奶屎，你啦，你奶屎你睇我今日咩色都有，我仲咪赖屎？你赖屎啦！你赖屎！冇错，我想话俾你知啫啦。有阵时咧，即系广东嘅发音啦，同大文发音咧，讲咗另外意思啦，就好中意你小爆嘴。所以咧，我发觉好多香港人咧，好中意学泰国人讲嘢噶。